各位朋友，我姓陈，是一位中医师。今次我要向你示范的是怎样去舒缓你的喉咙痛。现在请你拿起一枚陈氏工具，或者一把陈氏疗刷，或者一支圆珠笔，或者一只筷子，或者一支牙刷。在左颈侧磨划30至40下，在右颈侧磨划30至40下，在后头后颈磨划30至40下，左边牙臼磨划30至40下，在右边牙臼磨划30至40下，在下巴及周围磨划1至2分钟，在喉咙上下磨划1至2分钟。在左颈侧磨划30至40下，在右颈侧磨划30至40下，在后头后颈磨划30至40下，左边牙臼磨划30至40下，在右边牙臼磨划30至40下，在下巴及周围磨划1至2分钟，在喉咙上下磨划1至2分钟。